不说其他的，有曲谱的呗，曲谱的勾一，有曲谱的宝宝勾一。今天讲韵儿，请。对，今天讲女儿情。这是早上，这是晚上，晚上。哦，人家在国外，有可能吧？有可能人家是在国外。晚上好，晚上好，红英，我们开始上课。今天晚上讲解女儿情，讲解女儿情。上课了，上课了，上课了。上课喽，上课喽，上课喽！叮铃，叮铃，叮铃，叮铃。打铃了，OK。那么接下来往下讲第二句啊，这个女儿情，我们昨天讲了第一句，鸳鸯双栖蝶双飞，满园春色惹人醉。然后我们接下来讲第二句，悄悄问圣僧，女儿美不美？然后女儿美不美？然后今天讲这一句啊。明天把下一句，明天讲第三句，然后呢，你们呢把第四句给它练会。第四句是什么呢？只愿天长地久，听到没？与我意中人紧相随。这一句和第一句它的那个词是不一样的啊，但是它的旋律是一样的，对不对？双手加七巧，目前是双手不加七巧的宝宝。目前是双手不加技巧的，哎，就是说你这本啊，这个谱子啊，你把第一句学会了，你的倒数第二句就学会了，就只愿天长地久，与我意中人紧相随这一句和第一句鸳鸯双栖蝶双飞的曲子是一样的啊，就曲谱是一样的，指法也完全一样的。然后我们今天把第二句悄悄问圣僧女儿美不美，女儿美不美这一句啊，就是和最后一句爱恋一爱恋一愿今生长相随的这个曲谱也是完全一样的，明白什么意思吗？也就是说今天讲一句，明天讲一句，这个时候曲子就学完了，就是昨天讲一句，今天讲一句，明天讲一句，OK，没有问题吧？就这么简单。分三节课给你讲完，分三句给你讲完，一节课讲一句。你只要把昨天讲的课吧，就是昨天第一句给练习了，然后我们今天讲第二句，把第二句给练习了，明天然后我们就讲第三句，第三句你就会了，对吧？老师先演示一下好吗？可以啊。你们昨天自己有练习的宝宝扣一，有没有练习啊？有没有练习？没有练习的宝宝，没有练习的宝宝。有没有没练习的？没有练习的宝宝需要自动面壁啊！练习的宝宝，给你们一个大大的小红花，大大的大红花，然后往后移，你们能看到左手。老师，老美了，谢谢，谢谢。能看到我的左手吗？我的左手是，能看到左手吧？DAC，如果快手看不到的，可以点击小黄车进入我们的淘宝店铺，进入我们淘宝店铺啊！今天就讲这一句。哎呀，太简单了！明天再讲一句，三节课给你讲完。三句，女儿情分三句给大家讲完。OK，然后这一句呢，我们听一下啊，悄悄问圣僧这一句的这个谱子的唱法，
咪嗦啦嗦啦，再听一下，咪嗦啦嗦啦 ，OK， 再听一下，咪嗦啦嗦啦，这是第一句，预备，走，咪嗦啦嗦啦，背，走，咪嗦啦。好，我们看指法，食指弹咪，大指弹嗦，食指弹拉，大指弹嗦，食指弹拉，用食指、大指、食指、大指、食指交替，咪嗦拉嗦拉，对吧？指法很简单。那我们边弹边唱，听一下啊。左手放在哪儿了？你这个拉啊拉，左手放在拉上，因为这个拉呢，它的食指比较长，相对来说。然后走第二行第一小节那个拉是一拍半的食指，然后说我不理解什么是一拍半，不需要先理解啊。左手放在拉上，这个拉可以加柔弦，如果说左手能够跟得上的话，可以加柔弦。然后我们听一下，食指弹咪，咪嗦拉嗦拉，那没？再听一下，咪嗦拉嗦拉。左手一直放在，就是悄悄未声僧这一句，左手可以放在拉上。咪嗦拉嗦拉，再听一下，喂，走。咪嗦拉嗦拉，然后下一句，女儿美不美？听一下节奏啊，这个整个来说很简单啊。咪嗦拉嗦拉。La mi re do re 节奏 ，La mi re do re， 再听一下 ，La mi re do re。如果快手看不到的话，点击小黄车进入我们的淘宝店铺啊，进入我们淘宝直播间，淘宝直播间可以看到左手的啊。快手的话可能左手看不到，因为左手距离只有那么大。对，进入我们淘宝直播间进行看，进行学习。OK 吗？嗯，快手的话可以进入我们淘宝直播间进行学习啊。哎，再听一下啊。咪，我唱中音，唱高音呢。咪嗦啦嗦啦，拉咪软，不对，唱高了。咪嗦，太高唱不上去。咪嗦啦嗦啦，拉咪瑞哆瑞，这个音高还可以啊。咪嗦啦嗦啦，拉咪瑞哆瑞，比较简单，对，刚上课啊，刚上课。咪嗦啦嗦啦，拉咪瑞哆瑞，我们拉咪摩托瑞还是摩都是托瑞是摩，然后食指弹拉，大指弹咪，食指弹瑞，大指弹哆，食指弹瑞，它节奏拉咪瑞哆瑞，这个左手可以放在瑞上，你看一下前面咪嗦。左手放 re， 咪 re， 哆 re， 再听一下，悄悄未声僧，女儿美不美？就单独这两个半句，然后把节奏卡稳，听一下啊，咪嗦啦嗦啦，拉咪 re， 左手放 re， 哆 re， 再来一次，预备，走，咪嗦。拉咪瑞哆瑞，再来一次，听一下，咪嗦啦嗦啦，拉咪瑞哆瑞，再来一次，咪嗦啦嗦啦，拉咪瑞哆瑞，不难吧？这一句不难吧？对吧？然后我们接下来往后走下一句，啊，
咪嗦啦西咪啦哆，最后那个哆拍四下是哆二三四，再听一下哆二三四，拍四下，那个哆后边有三个横杠。都占一拍，一个横杠一拍，一共有三个横杠，所以说最后面那个都一共有三拍，后边三个横杠一共有三拍，再加上一个都一共四拍的时针，都二三四，那你听一下这一句节奏，咪嗦啦西咪啦哆，二三四，再听一下。咪嗦啦西咪啦哆，二三四，再听一下啊。咪嗦啦西咪啦哆，二三四。OK， 这时候我们大指弹下咪，大指弹咪，食指弹嗦，大指弹拉，食指弹咪，食指弹西啊，食指弹西。大指再举弹咪，然后食指再举弹拉，大指弹哆，就指法就抹哆抹哆，指法是大指弹咪嘛，前面是抹哆嘛，前面主要是抹，然后这时候大指是咪，食指骚，大指拉，食指咪，大指食指吸，大指咪，食指拉，大指哆，就是哆抹哆抹哆抹哆，指就两个手指交替。其实以后你们在看到这个乐曲的时候啊，老师我特别喜欢这首歌，然后能教教我吗？因为歌曲太多了啊，我教你如何去弹奏新的曲谱。新的曲谱的话，就一般情况下简单的，比如说最近出来是谁的歌，哎呀，很好听哦，然后我想弹这首可以吗？可以，找到歌谱之后，然后上面的话它没有标曲子，没有标指法，对不对？都是音。OK， 你只需要按照食指食指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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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这个顺序进行教你弹奏就 OK 了，把节奏和音准弹出来就 OK 了。啊，所以说教你们的是怎么如何去弹这个新的乐曲啊，如何去弹新的乐曲，嗯。大指弹咪，咪，食指弹嗦啦，弹完啦，食指贴左手按，西咪，大指弹咪，食指贴左手起，这个弹完咪之后左手可以起了，西，左，老师我左手按不下去怎么办？一个字儿，练，怎么练？左手用力往下按，啊，左手没有什么，哦，我用高音做示范啊。没按住不动，按住不动，手腕微提啊，你不要压腕，你压腕的话容易按不下去啊，按不下去啊，按不下去。如果说快手直播间的宝宝啊，快手直播间看不到左手的话，你可以来淘宝直播间啊，快手手机录的屏有点窄，你知道吗？嗯，吸，没，左手用力往下按，用力往下按，就是往下支撑不住不动，支撑住不动。然后一直按着不动，一直按着不动。老师，我左手按不下去，不是按不下去，是因为你的左手力度没有练出来。就相当于对吧？你跑步，我跑不快，不是你跑不快，是因为你没有训练，对吧？左手往下按，用力往下按。老师，我先用练左手的啊，对吧？打滑好痛，是不是？慢慢就好了，慢慢就好了。手磨破，磨成泡，变成茧。OK 了，啊，画面和语音对不上的话，你把退出再重新进啊，然后左手往下按，往下按，你看看自己能支撑多久？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啊，如果说你能支撑十秒啊，都已经很不错了，支撑十秒很不错了，因为确实拉。是低音拉，琴弦比较粗，那还没让你按背低音拉呢，你知道吗？如果让你按背低音拉的话，那太难受了，那真的挺难受的啊。看不到是不是？距离大约是多少？离正满一拃的距离啊，左手离正满大概是一拃的距离。我用高音给你做示范，看到没？用中音拉给你做示范。对，曲谱哪里找？5997，加祥音006，加汪老师的 V。加班老师 V 祥音006，吉祥的祥，音乐的音，小写全拼006啊，对，好精辟啊，按它大概多少是 C
汪汪老师有教学视频教你如何用调音器去按准你的吸音，没有具体的位置，没有具体的距离啊，一定要用调音去调。然后调音器的话，那个教学视频找汪汪老师助理去领取就 OK 了。对，左手往下按着不动啊。那我们这一句啊，大指弹咪，食指弹骚，大指弹拉，完之后左手贴，左手按，大食指弹咪，大指弹，食指弹完吸之后大指弹咪。食指弹吸，大拇指弹咪，你看食指弹完吸之后，大指弹完咪，左手就可以了啊。吸咪，左手就可以起了啊。吸咪，拉哆，二三四，这时候哆我们是长食指，对不对？四拍呀，食指太长了，我们左手可以加颤音，可以加柔弦，按不动也起拍了。不是按不动啊，是你正在用力往下按。啊，只不过说还没有按到位置，但是肯定比之前的力度大啊，肯定比之前的力度大啊。对，宝宝没有按，没有看，没有卡啊，没有卡，老师角度不太对，左手都看不到。你点击小黄车进入我们的淘宝店铺啊，点击小黄车进入我们的淘宝店铺。你要么只看到左手，别看右手了，因为这个手机没办法。嗯，只看到左手，别看右手了。嗯。那我们再来这一句啊，咪嗦拉西咪拉哆，二三四，再听一下，大指弹咪，食指弹嗦，大指弹拉，食指贴左手按，西咪起拉哆，二三四啊，来再听一下，再听一下啊，咪嗦。哆拉西咪拉哆，二三四，看两只手的动作啊，就少两只手的动作是大指弹完咪，食指贴弹骚，大指弹完骚之后，大指食指弹完骚之后，大指弹拉，弹完拉之后贴啊，哎贴啊，西咪大指弹咪，然后弹完咪左手就可以写起来了，二三四，那么连起来。咪嗦拉提按西咪起拉哆，二三四啊，初学用什么针好，是不是16号针，成人初学兴趣爱好者最划算的一款针啊。然后我再来这一句啊，咪嗦拉提按西咪提起拉哆，弹完咪左手就可以起了啊，左手然后去找拉的琴，都找哆的琴弦去加柔弦和颤音，加柔弦和颤音，这一句也比较简单啊，这一句就比较就一个拉和吸的，弹完拉，食指贴左手按，食指弹完吸之后，大指弹咪，对不对？起来回来，啊，起来回来，起来回来，就你弹完大指咪之后，弹完吸咪就可以起来，吸咪起拉高，弹拉之前一定要回来啊，弹拉之前一定要回来，一定这个吸起的时候是弹完咪。之后起来，弹拉之前起来，明白？在弹吸之后起，在弹拉之前起，一定是这样的啊。咪嗦拉提按西咪起拉哆，二三四 ，OK 吧？好，我们把这一句“悄悄问圣僧，女儿美不美？女儿美不美？”这一句，啊，那就今天第二天学的这第二句。明天学第三句，后天你们自己把最后两句给他练熟，只要你第一句第二句练熟了，第三句就是最后两句都练熟了，就是只愿天长地久，与我意中人紧相随，爱恋你爱恋一愿今生长相随，就和前面完全一样的，就是你弹歌曲啊，弹古筝曲很多的，老师我看这个谱子好长啊，其实很多都是重复的，你知道吗？就像这样，其实它就三句，我说女儿情是不是很难啊？其实有三句啊，嗯，那第二句我们完整来一下啊，咪嗦拉嗦拉，啊咪瑞哆瑞，咪嗦拉西咪拉哆，二三四 ，OK 吧？嗯 ，OK， 我们再来一次啊，边弹边唱啊，比较慢一点，咪嗦。拉咪来到来
把第一句和第二句完全连起来啊，第一句和就是鸳鸯声。